啊，这家楼前种的一些月季啊，这是什么树？还挺绿的。这边有一个咱们黑龙江的车，你好啊，老哥，这忙啥了？这是？这买个坐垫子。买个坐垫。哦，这刚快递刚到的。对，刚到。哦，你老家是黑龙江什么地方呢？北安的。北安的。哦，你在这买房子多少年了？我买得有10多年了。十多年了，当时买这房子贵不贵啊？当时买不贵，多少钱一平啊？当时一套多少钱？就是一套。一套房子15万多块钱。多大面积？那个81吧。81，15万。哎呦，那个时候可真便宜啊！便宜，现在就不行了。现在涨上来了，那还算可以啊，赚了吗？赚啥赚？那个房子你住着。卖了是赚了，你不卖，不卖就不算。对，那你得每年都过来住吗？这几年退休以后，年年的。年年住，住的怎么样？这个地方？挺好啊。真的好吗？真的好啊！尤其咱年龄大了，不需要那么热闹的。在小厅去非常好。非常好。空气好，水也好。空气好，水好。交通也好。交通也好。人家说交通不方便，你这方便吗？交通？哎，方便，你有车开不？对，你有车啊，对你有车，它不堵，上路它不堵。对，不堵，那个非常，你一看，这个不用那么着急，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的。你生活方便吗？生活也方便。你平常买个菜什么玩意儿的，在哪地方买去呢？买菜这边就有那个菜市场，而且每周有几次，这个每月有几次这个集喜欢赶集，喜欢赶大集。对，赶集那啥都有。那你冬天在这住过没有？住过，这年年都在这住。年年在这住。对。那你家是怎么取暖呢？家用壁挂炉。壁挂炉。嗯。壁挂炉取暖费用高不高啊？就看你怎么用了。就是你，比如说去年取暖，你是？我去年用的是1000多块钱吧。是几个月？那个。从11月开始用吗？还是没有？是12月份以后。12月开始用，用到3月份，用到3月份，1000来块钱。那您这够省。我这白天太阳一出来，就是那个就闭了。就闭了啊！屋里能保持多少温度呢？保持在18度到20度。18到20度，那也行。可以，完全可以。比东北可暖和吧？比东北那是。怎么说呢？东北那个温差太大了。温差太大，屋里暖和，对，室外太冷，对，对，人受不了。咱银滩啊，好像咱黑龙江人真不少嘞。多，这个银滩，威海这地区，整个地区都，没说是黑龙江的第四省。黑龙江第四省，哎，黑龙江人海南去的也不少啊。对呀，对，他看来那边生活条件。这个自然环境太恶劣了，东北是吧？对，尤其冬天太漫长了，所以说逼着你们往这边跑。我看你们小区的，我看这是山西的车是吧？对。都哪地方人多一些？嗯，哪个小区的人多一些？那个不是哪个省的人多一些？还是黑龙江人多。你们这小区黑龙江人多？对，我们这个鸡西、鹤岗、苏安山的。三大矿区矿区的你们过去是矿区？我不是，我是那个北安市。北安的啊，对，我这个对北安还不太了解，不出名，不出名，非常很低调，很低调，很小。这个地方还不错，你们小区位置很好。位置不错。对，你看就在那几个大易拉罐后面，这几个大楼很醒目啊。前面就是大拇指广场。前面就是大拇指。嗯。你们平常你海边溜达吗？溜达，每天。每天都去。夏天的时候，天天晚上都到那去看节目去。看节目去喜欢热闹。对，现在没了，没人。现在人少了，对吧？也有人，很少。少。很少，天气冷了，这两天一降温，这人就是更少了。是。行，谢谢您啊！我再转转你们小区。你们小区有多少楼啊？我们这个一共是多少栋呢？是30多栋吧，32栋。32栋。那个冬天住的人多吗？多。这地方小，这个小区是最人气最旺的啊，人气最旺的。这个冬天最冷的时候，这地方还有200左右户人家。哦哟，这么小的小区，冬天最冷还200多户？那可不，您我这小区，我这楼里边那个是3楼、4楼啊，
五楼，这个三楼，六楼都有人呢，都有人住，冬天都有人住，都在这住的。哎，那你们没想到这个集体供暖多好啊！大家集体弄个什么集体供暖，不省钱吗？不让你整，不让整啊！不让整。可好像管委在支持这个工作，倒可以自己可以报名。我看现在是不是都在弄管子呢？你看这个管子都新包上那个什么了？不是，那是自己家烧的。自己烧的哦，我、包上那种锡纸，对，它在外边循环的啊，外面循环的，那也挺有办法的，能占屋里这个环境吗？哦，这样子的，好，谢谢老哥了啊，好的好的，我再转转看看啊，哎，多转转，这小区很好的，很好的啊，行，行行行，我再转转看这小区，啊，好嘞，刚刚碰见一个热情的老哥。